1943年，正是抗日烽火蔓延神州大地之际，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战火中呻吟着，挣扎着，就在这百转千回的呜咽声中，回荡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壮故事。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在荆州一带摆出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，国军主力全部被压缩在长江以南、江北洪湖地区这一双方对峙的缓冲地带，还有一个外抗倭寇、内反中央的独立王国，那就是被国军视为叛军的918师。与他并肩作战的是出没敌后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游击队。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种田公中将到任不到半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一心想要打破相识的局面。他在前沿荆州第93师师团部召开高级作战会议，商讨发起新一轮的长沙会战事宜。暂时孤悬国军之手的监利县有一家太平客栈，店主胡寡妇祖籍湘西，他把赶尸的习俗带到了鄂南。所谓赶尸，看上去是赶着尸体的人法术惊人，能让尸体自己走路，实际上是装神弄鬼，暗中雇人背着尸体行走。这间客栈分为阴阳两殿，阳殿住客，阴殿停尸，被迷信传说渲染得格外的诡异阴森。店主胡寡妇因为身负血海深仇，仇家就在监狱，所以蛰伏监狱伺机报仇。918师的情报处处长也有打哆嗦的时候。未必你胡大姐是我身上的虱子，连我打哆嗦都知道。许大小姐那么水灵的人怎么会长虱子呢？就是我这些尸首有我的精心照料，也不会让她长了虱子。胡大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武新民怎么还不现身？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啊？莫非我是他身上的虱子？薛处长，你别看我这些尸首吓人，其实啊，他们比活人好交往，起码他们不会再害人了。日本人我都不怕，我能怕这些行尸走肉？许处长，恐怕你的枪已经转出水来了吧。来，一杯薄酒护臣敬意。许处长，全血压惊。
你拳头还那么厉害？死东西，多少年了，你怎么搞怪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啊？怎么回事？报告师团长，这个人拒绝得用少佐的检查。司团长阁下，我乃是堂堂的少将，奉命参加军司部的最高会议，怎么能够接受这种带着侮辱性的检查？是谁啊？皇协军八司副司长马腾。这么快就把德勇的弹弓给卸了？那可是苏俄的武器，你怎么那么熟悉？不瞒司团长说，我以前在关外当过胡子，在俄国人手上玩过这种枪，后来被抗联打散了，我就进了关，到了湖北。咋的了？你看啥玩意儿呢？英雄不问出身，你知道不？请你接受检查。队长在什么地方？临时决定，会议的保卫工作由九头鸟工作组负责。九头鸟一直是军部的情报机构，他们一直在武汉一带活动。这里是荆州，武先明才是这里的地头蛇，马上通知他参加会议。是。这位兄台自三师师长史维远。哎呀，久仰久仰。好说好说。哎，你说开个这个会还得被人整，闹心呐。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嘛。你没看中天宫军长都被人搜身吗？你们八师是心投奔皇军的啊，不知者不怪。兄弟，入乡随俗吧啊。这鬼地方倒还真挺适合你。你又不知道，监利是国军的地盘，又是六战区情报处长江工作站的老窝，这儿有不下一千个人想要武先明的命，要是不装神弄鬼，恐怕就真成鬼了。再说了，这地方是你选的呀。我倒是想请你去洪湖，你敢吗？你们那个房市长动动就要戳人豆腐，难道我姓武的胸口就比别人硬吗？送上门是让他用刺刀当豆腐戳。就这儿吧，挺好。是啊，谁不知道你跟这儿的胡老板是老相好啊，
换个地方你肯来？哎，你说这小日本不是最讲尊卑吗？你说一个小小的扫帚怎么在中将身上毛手毛脚的？哎，寻常的日本军人自然是这样，可这位是门神，在关外挨过俄国人的炮弹，这个地方被震坏了。哎呀，他原来只不过是近卫师团长的一个家将，可这受了伤以后眼里只有近卫师团长一个人。你没看种田宫军长都让他三分吗？马兄，不要和一个傻子一般见识。马兄，你这烟瘾不小啊。烟酒不分家呀。哎，怎个？快开会了，不抽了。老宗，老宗，那就这一只鸡嘞，你们不能。你这人真糊涂。老套，没有我们就一把死，你这鸡能活到现在吗？早就到鬼子肚子里去了。房司长，顾旅长，来，带给老子看看。不大。师座，弟兄们都端粮祭天了，只好用单弓打鸟虫去。嗯，难道老子的眼花了不成？这么大的鸟啊！啊？方师长，弟兄们看中这只鸡，就让他们拿去好了。我知道弟兄们也辛苦。哼，你们两个互为靶子，直到误法误中为止，不，实法实中。当着本司长的面儿，还打不中这么大的目标，多练练，啊！哎呀，受法命中。师座，师座，这厮也不能怪弟兄们。俗话说，阎王不拆我鬼呀。那就可以抢老百姓的东西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？我也知道，士兵行军不是靠脚在行，是靠胃在行军。你看这个干什么？这是拿破仑说的。照此下去，这兵没法带了。放心吧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收获的。可是，这附近能够征用的粮食都被我们征用了。那只有陆地上才能长出粮食来吗？那未必洪湖里还能长出粮食不成？哼，你是说洪湖有重庆方面的间谍分子？怎么样，我把这两人提供给你，你要抓住交给日本人，那可是奇功一件呢。洪湖是918师的地盘，消灭两个蒋介石旗下的间谍分子还不是易如反掌？不瞒你说，我是虽然抗拒中央，那也是无奈之举，所以房师长对于国军方面的间谍还存着几分香火之气，毕竟918师在造反之前也算是国军序列，本是同根生，难以下毒手啊。徐处长，间谍交易呢，贵在一个真字，香火之气。我看是借刀杀人吧，一定是那两个间谍刺探到了贵师的重要情报，你们不得不杀人灭口，又不愿意落下一个杀害国军情报人员的口实。好啊，就算是借刀杀人，你也没什么亏吃啊。那倒是，不知道许处长开什么价码呀？我负责帮你指认那两个间谍，你呢就负责释放被日本人关押的我方情报人员。许处长，改天来荆州，我请你喝酒。哎，干嘛呀？你还没说成交不成交呢。成什么交啊？
漫天要价，你根本就没有诚意。那你说，反过来，想得美。怎么，我替你们解决了居心不良的重庆间谍分子，房市长不该请客吗？好啊，请你吃臭豆腐，要不要？你舍得吗？我们洪湖穷，没人发饷，就这一道名菜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样，我分文不取，你也别再开任何别的价码，就当是朋友帮朋友，你看行吗？成交。恭喜恭喜，你看我这场所提供的应该有点抽头吧。若是打发要饭的也就算了，九幺八师有的是钱，徐处长全当施主吧。我也是好意，怕姑奶奶你的枪走了火，把长江工作站的人引来。放心，在老娘这儿，阎王爷也得客客气气的。怎么了？胡寡妇不是你的老主顾吗？还不信她？我谁都不信。是吗？当然了，你除外。真的我除外？我要是说谎，让我在长江里淹死。吴队长，你好手段呐，找你的。什么急事啊？藤井参谋长让我立刻回荆州。一说你的事儿我回头给你办。武队长，走旱路还是走水路啊？怎么了？我怕你翻船，老同学剩的不多了，你要淹死了我可舍不得。难得许处长这么有情义啊。吴大姐，船里明走了吗？还没。吴队长，你先回荆州跟藤井参谋长说，我有要紧公务暂时回不去。藤井参谋长打了两次电话，吩咐一定要找到你，让你尽快返回。照我说的做。是。打发了，走吧，徐大小姐。没想到你这人还真有守信用的时候。你以为曹操手底下都是大白脸的？我知道，宁为汉相，实为汉贼嘛。我错了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轻薄了。知道自己轻薄了，不改可不行啊。等一下，许小姐，能帮个忙吗？能否帮我引荐一下房师长？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就是吃个饭，交个朋友。房师长军务繁忙，没心思交朋友。吴先明，走是不走？走什么走？我给他煮的面条他还没吃呢，吃完了再走。那你慢慢吃，我在外头等你，好胃口。
等我一会儿。怎么，吴队长在这儿还有生意啊？国难财我能不发吗？十万火急，要不然我也不敢发急电让陈长官停止视察返回长官部。你下去吧。陈长官，情报处有个职员失踪了。一个职员的失踪也要通报我吗？这个职员非同小可，他虽然只是个文员，但一直担任本战区机密情报的分析工作，而且这个人曾有前科，他出生于黄埔军校第九期，由于精通洋文被国防部派入日本担任武官。在日本的时候，他爱上法国驻日领事馆的一个女职员，擅离职守追到了法国，所以国防部褫夺了他的中校军衔，以文职身份在本战区情报处效力。这等败类怎么还能留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？情报处的冯处长曾是他黄埔军校时的恩师，对他青眼有加。这人叫什么名字？失踪几天了？他叫魏耀阳，失踪已经一周了。你们怎么看？此人自从被褫夺军衔之后一直认为怀才不遇，所以不排除投敌叛变的可能。倘若投敌，危害有几成？疑患无穷。此人掌握我方五六九三个战区的全部敌情，尤其是友邻的九战区，眼下补给弹药尚未送到，正是空虚之时。倘若日军掌握这一情报，发起新一轮的长沙会战，那么薛岳将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只能弃守长沙。让冯唐来见我。冯处长前天也已经离开了恩师。哦，据我分析，有可能是去做善后工作。你这是干嘛？洪湖又断粮了吧？笑话，看我又瘦了是吧？我喜欢让自己苗条一点。如果不是洪湖断粮了，凭你许大小姐的身份，会效仿三国时的淮军陆绩偷拿胡寡妇那两个馒头吗？阴阳掉你东西不觉得恶心啊？谁说的？你以为我刚才摸你胸口那一把真是有心轻薄你？插上个尾巴就是只猴子。我就这么大力气啊，先扛一袋到你那儿去，别到时候把你饿得躺在床上跟挂在墙上似的。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，就你这张臭嘴闹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日本人有令，谁敢把粮食运进九幺八师防区，枪毙全家。在荆州谁敢对老子不敬啊？我忘了，你武队长是禁卫师团长面前的红人嘛。一夫，其实就算我是个普通老百姓，你要真断粮了，我也敢扛个麻袋送到你那儿去，你信吗？为什么？我在乎你呗。再说了，我是个孤儿啊，就一个弟弟还走丢了，生死不明的。他日本人要杀我全家，我都找不着我弟弟，他
他们要能帮我找着，我还谢谢他们让我团聚呢。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讨论发起新的长沙会战的时机，各位发表看法吧。金卫军，你的93师团是距敌人最近的黄金部队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军长阁下，各位，我不认为现在是发起新的长沙会战的最好时机。金卫军，请说明你的原因。军长阁下，诸位，中国有句老话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们别忘了身后还有一支军队，918师。金卫军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进攻长沙，918师会在背后捅我们一刀。一定会是这样的，军长阁下。918师的房进斋最近疯狂扩军，名为一个师，实际兵力要比中国军队一个军还要强，不可忽视。金卫军，盟国德意志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，可我们呢，至今在中国还只是占领了一些大城市。军长阁下，我们正在行动，几日以后形势可能会有大的变化。可不可以说得详细一点？我们正在跟918师接洽，过不了多久，黄协军的番号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第9师。如果这样当然好，可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降将身上。军长阁下，我能否发表一下我的拙见？你是？在下是黄协军8师副师长马腾。他是刚从中国军队投诚过来的，所以不大熟悉。听讲，如果发起长沙会战，918师是否会有异动，在下不敢妄自揣度。但是如果咱们攻打918师，我敢断定江南的敌手一定会隔岸观火。为什么？据我方俘虏的敌方间谍交代，918师师长房进斋近些年来对蒋介石是言语不尽，他反而对新四军是大加赞赏，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。因此这6战区和9战区的敌方将领要把918师除之而后快，以博得他们领袖的欢心。不会吧，马副师长，我得到的情报刚好与你相反。我也有一个情报，我的情报和这位马副师长刚才说的完全吻合。发动会战事关重大，作为军长就要对将士的荣誉和生命负责，所以我不会草率行事，我会让我的情报来源亲自赴会。他是军部九头鸟工作组埋伏在敌方高层的谍报人员，相信等大家见到他以后就会相信情报可靠。军长阁下，此人何时到荆州？已经在路上了，由九头鸟工作组沿途护送，估计这2天就到荆州。
不错啊，戏散了，请他宵夜。卜队长，可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角儿，别光顾着捧别人，忘了自己登台唱戏啊。哟，还吃醋呢？要不你陪我宵夜？别闹了，什么宵夜啊？吃醋都已经吃饱了。就是前面那两人，他们也是你的竞争对手，这俩人也是来捧小杜鹃的场的，而且出手很阔绰。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，重庆妇女都这样，怪不得你们房市长要扯旗造反。交给你了啊。放心吧，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。那可不行，你远来是客，我得尽地主之谊，是不是？告诉你吧，这两天我的任务就是陪你。什么？不相信我？什么呀，是不放心你。这两天你要是碰上熟人给扭到房市长那儿去，可是神仙都难治了。正好这一天走得也累了，帮我捏捏腿。那我找郎中去了啊。老家伙，不认识了，怎么不在荆州说书，跑这儿卖野药来了？荆州来了不少日本大官，把茶楼都征用了，我难以糊口，所以只好从此就业了。好，给我捏捏脚。好吧。刘队长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，敢来这儿？怕什么呀？有许处长给我护驾呢。怎么样，一起去后台给那个角儿捧捧场吧。我没这兴致。这是你的地盘啊，有你跟着他们不敢不给我面子。凭你五大情郎的手段还用我跟着累赘？是不是想让大兵也把那个厂子砸了呢？他的戏装不见了。混账东西，怎么不把脑袋丢了呢？刚才好像进了一个人，藏了件东西在怀里，该不会是贼吧？胡说，那九幺八师防区那是大善之区，哪来的贼啊？武先明通过特殊渠道得知国军奸细将要前往荆州，所以仓皇赶回。他不能允许局势对禁卫不利。求你个事儿，你看我这些钞票能不能折合成枪支弹药啊？你一个副老人家也对军火感兴趣？这是我的生意经，你只要给我平价折合成军火，自然有人出高价来购买。这事你想都不要想了，我们师长一向对你忌惮，巴不得你平底消失呢，怎么会为虎添翼给你军火？你既然知道我跟你们师长有纠葛，那你干嘛来找我呀？这事太棘手了，如果胡大姐不出马，恐怕难以如愿。
若是办不成，恐怕你脑袋上的这顶乌纱帽就要飞了吧。那好，我就自作主张给你折合成军火，不过这事千万不能让史师长知道。放心，那事就拜托胡大姐了，你可得放在心上。不就是毒死个人吗？举手之劳。哎，此人可有日本人重兵保护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咱手话戳在前头，万一失手了，我可帮不上你。放心吧。你胡大姐艳名满监里，我瞒着我们史师长给你弄军火，你总得给我留点念想。你既然是情报官员，就应该听说过我这赶尸的寡妇周身带毒专克男人吧。老子偏偏不信邪。处长，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。也好，等我把军火拿来的时候，胡大姐能不能赏个脸？到时候再说。大姨，打听个事儿。先生何事啊？我是来做生意，但那个我媳妇儿啊，她让我带个成衣回去。这我不知道咱街上有没有成衣店。有，前面不远处有一家，是荆州城里最有名的，叫艾薇成衣行。远不远呀？不远，学校快开学了，我也想添置一件外套。先生若是前去，不妨同行。哎呀，那好，谢谢啊。哎呀妈呀，这店挺大呀。哎呦，老板，这布咋卖啊？哎，大妹，我看这店开的挺牛啊。这里是荆州一带唯一一家经营英国洋布的成衣行，店大难免欺客。哦，哎，听大妹子讲话文绉绉的，你到底是干啥的？我是教师，教中学国文。哎呀，老师啊，啊，那正好，我来荆州前啊，我在武汉待过几天，闲得没事的时候啊，我去灯会转了转，其中有一个灯谜啊，一直没人猜中。您既然是老师，你看能不能给解释一下？先生，请讲。我记得那个谜面是无边落木，小小巷。